讲解一个七月最新旅游卡项目升级玩法，多种变现模式，最新引流方式，日入5000块。啊，这是整套是干货实操落地的项目。最新的引流方式，摆脱这个引流困境，多种变现模式，个别单一的变现模式啊，多种实操方式，摆脱实操困难问题，受众面非常广，课程内容、主要变现项目介绍、变现的模式，还有七月的最新推广方式介绍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这么多，还有这个项目的资料，都有详细的介绍。大家看非常多，如果需要摆脱课程的话，大家是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旅游卡项目或者是旅游卡项目升级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摆脱教程了。